苗栗爷爷安东爷来，刘小翠有几多家乡嘅后生嘅巧妙事业，实际出几多几真正嘅文创商品，也系种出唔爱男嘅农作物。为咗提供一个后生嘅一个舞台，苗栗县政府特别办嘅强人好物连线比赛嘅活动，分组强农组、韩国强创组，按上我选出22组强人好物代表，安尼外界就有机会看到客家种嘅后生嘅一特色商品。后生人有千多创意，有人用水管制作大件乐器，没有人用木雕塑艺创作出木艺窑的木工笔，还有强农发挥创意，同蓬汤优惠加工包装过后推出特色商品。苗栗县政府为了提供强人创业者一个交流平台，当当办的强人好物比赛活动。那这次的活动，除了说能够提供一个青年的一个挥洒的舞台以外，那年轻人也可以借由这次的一个活动来增加他们的一个学习如何行销推广他们的一个品牌。蔡皮强创业者表示，不通用比赛的方式来进行，做得出嘅参赛者创意发想，开发行家多优质嘅产品，同时咪做得大帮比赛发表创作，本行家多人看到。韩国一部嘅政府发的产品券，希望做得固定人来消费，安尼就做得增加强创业者嘅收入。因为他有办这个活动，然后让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的作品，然后其实因为也借由竞赛的关系，然后让大家去有更多的新的 idea 去做出更棒的作品。所以我们也有在收农油券，然后甚至也有搭配一些消费券活动，只要你来这边消费，用振兴券消费满1000块，我们就多送你200块，好，以此类推。所以来这边买柚子的话，可以更多的优惠。对，一百强人好物比赛发通，按上我先出22组强人好物代表，除了有总奖金300元的奖励以外，能百万男女县政府强创自有品牌金丝丝，提供强创业者与行家多交流分享的平台。下个新闻用电脑苗栗报道。